大家好，我是 Sharpay。 今天我有一个就是合作对象，就是广山搜狗电梯先生呀。Yeah. 我要离职，我要离职了。对，广山搜狗电梯先生要离职了，所以你们如果要看他的话，赶快赶快在月底前去搜狗，然后把每一个电梯都坐过一遍。就是今天晚上互相化妆的王妃晒霜晒伤妆，王妃晒霜晒伤妆。王妃晒霜晒伤妆妆晒伤妆哦，那就是因为就是他也在忙，所以我们就是自己突袭他的包包。好包包，包包没什么，因为他的包包已经被我拦截了。有多重？就是这个包包是他在泰国的时候买的，这我都知道。你看我对你有多了解？因为我送你一個、啊，然后他有送我一个，然后我弟把它截去用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把我弟超爱，真的。首先呢，他的包包很重，里面有装哑铃。为什么出门要带两瓶水啊？因为我是水牛，就是我真的要喝，一直喝水。因为我爸爸一定要放一罐水，就是要喝一喝，一直喝，一直喝。因为我是大水牛。哎、嗯欸，我觉得你这习惯很好哎、欸，因为我就觉得自己，可是就不太环保，就是还用保特。没关系，我觉得自己就很不太。要带水牛。然后这个上面要挂一个耳机，这样才是网帅的日常。哎、欸，难怪你皮肤那么好，你那么爱喝水，我觉得好像有差、欸。有喝水有差，真的。好，那刚刚就电池没电了，所以我现在继续开始。好，那就显然这位先生就是活到老学到老，就是是几岁？没有啊，他跟我们一样、啊。下礼拜考试。对啊，他下礼拜要考试了，好、啊。下礼拜哦，啊没有，这是题目本，我都是写在纸上的。哦，这样之后就可以再卖掉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那你蛮有生意头脑。就是跟补习班借的，就是哦，200块而已，这样很便宜。金色证书的，这我也是买这一本哎，他的铅笔盒。你知道我这个人最、oh、我这个人最注重一个人的铅笔盒、欸，里面有我跟你共同的回忆哦。Oh my god！ 哦，这里是这一支，是这一支。这杯原只是我们两个一起去扭蛋扭的，对，造型有点 A。它造型很 A， 可是是超 A 的。我们两个就是很开心。对，万一有一天杯原子突然动了，那就是嗨，我是原子，很是小黑叫我来的，你不赶快念书，我会打你的网帅文呢、啊。然后还有这个夏桂格夏日，桂格夏日。古筝综合莓果，这是我送他的啦，因为就是我快要搬家，然后东西太多了，等一下再多带10包走好不好？好好好，你也是可以搬出来的，就也没什么。好，那我就远远的给大家看，就是拍立得而已、啊。哦，就是他自己就是自恋拍的拍立得照片啊，对啊，不是我啦，是别人。别人啊。哦，隐形眼镜哎、欸。哦，操！是喉糖，喉糖。朱莉笑是不是？现在吃一颗、啊。好啊，好啊。有它柑橘的，蛮好吃的。好吃，就是他刚刚非常推荐我的眼镜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，你戴。那接下来呢是一个，哦，是五块钱，来。小佩帮你放在你的包包里好吗？好好，5块钱放在你的钱包里头，它就是一个非常男生的无聊的钱包。还有啊。就是我的健保卡，这是。Oh my god！ 网帅的黑历史。好。有，高中很淳朴，你看。对啊。然后现在妖精。现在就变妖精，现在变妖精。有。走火入魔有没有？变妖精，好。哦，哎，这个我也有哎。这个很好用哎，这是你的吗？对啊。可以带吗？可以啊。大创买的，39。喵喵喵喵。哦，你的包包真的是。还好吧，是很可爱。然后是一个行动电源。什么？哦，这个是刚刚，其实这是昨天毕业典礼的时候大家送我的。就我昨天毕业的时候很多花，所以我就把还能看的花，就是因为有些花已经快死了。这好可爱哦。对啊，我朋友送我的。那我昨天朋友送我的这个红鹤刺绣，有一些有学姐送，有学女儿半夜是酗酒，就是怎么会有在房间放那个杯子？她半夜酗酒。你知道我之前喝鲜奶茶会用这个杯子吗？可是那好久以前，你看出来很脏。好脏哦！你们看，他也是个 dirty girl。这包超可爱的。好了，我你那天不是觉得很还好吗？我哪有？我哪有觉得还好？突袭他的包，来换我的，真的。哇哦！哎，我觉得 LINE 的卡真的超值得办的，因为你那点数还可以拿来用一大堆。那是我国中的时候。超少女。好啦。我
我的钱包永远都很不行。嗯，就是那些。哦，这个我上一次影片已经有介绍过，也没有什么。包包跟垃圾一样，你看是怎样啊？垃圾堆啊！哦，那还有，真的很谢谢我学妹送我那个 Bobbi Brown 的艺术家柔雾唇釉笔，然后这个是 English Rose 的颜色，这颜色真的超美。是这个吗？没没没没，可它有一边断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哪一个？这个是什么？你就戴这个吧，超时尚的。最前面的，开启一个对的循环。